各位观众朋友，你好，很高兴又在大法鼓节目里面跟您见面了。那师父呢，说他是从《心经》里面得到了四要这样的概念，然后从《普门品》里面得到了四感这样子的原则，然后呢，师父说他从大悲咒里面的提炼出来四福的精要。那么大悲咒跟四福，也就是知福、习福、众福、培福之间有什么关系呢？ 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师父。师父您好，谢谢好。是师父一连两集讲的非常非常的精彩啊，让我们不仅了解了四要和这个四感的意义，也了解他们跟这个经文之间的关系。那么四福是怎么样是从大悲咒里面推演而来的呢？大悲咒呢是从啊有一部经叫做《大悲心陀罗尼经》，又叫做《千手千眼》。 大悲心陀罗尼经，这部经呢，有这梵文，有咒文，那咒文呢就是大悲咒，梵文呢就告诉我们，诵持大悲咒的功能，诵持大悲咒有多少功德，因为这个是在观世音菩萨直接发的愿。 说，如果这要有人诵持大悲咒的话，那一个人会怎么样？因此呢，有人穷贫穷，有人遇到灾难，这个各种各样的灾难，各种各样的困扰，只要念大悲咒，那困难就会解决。那就是说，啊。 我讲富，就是欢喜，健康，快乐，健康和快乐，没有健康，没有快乐，那就是没有富。我们遇到任何灾难，就是没有富嘛。我们陷入困境，就是没有富嘛。我们遇到任何的所有的这个挫折，也就是没有富嘛。那没有富的时候，要知道没有富，这。 一定是有障碍，这障碍是什么？这障碍啊，不是冤家对头，而是呢，自己过去造的种种的恶意，现在呢，想要做好事，想要做什么，就有人家障碍我们。比如说，我们在台湾呢，这个倒了人家的债，结果人家把他报到警察局，警察局这个报到以后呢。 这个可能安全局也知道，或者是呢调查局也知道，立案了，然后立案以后呢，说这个人呢可能要逃出台湾去了，是，可能要怎么流亡啊什么？对，逃往到大陆，逃往到大陆，或者是逃往到南美或者哪个地方去啊？因此呢，海关就把他那个名字是这个就把他放到哪地方，资料放到哪地方，还有照片，照片在哪地方？你随时都。 这个都可能抓到，这样子呢，这个人想要出去出不去了，想要自由没有了，这个就是呢折磨。那我们人在一生之中常常受到一些折磨阻碍，其实这些苦和难都是过去世好多世好多世以来自作自受的，因此呢，自己觉得没有福，很痛苦。那观世音菩萨呢，就。 首先呢，要为他们解决困难。当下的困难要解决，因此呢，观世音菩萨就是啊，这个传下来的大悲咒，说你念大悲咒的话，你就能够怎么怎么的离苦得乐。如果你念大悲咒而不能够离开灾难的话，他是不会成佛的。他以后是不会成佛的。他将来能够成佛，因为他的大悲咒。 能够替人家解决问题，那是给人家快乐，这给人家幸福，这就是为众生呢、啊，这个救拔苦难，这个救拔苦难就是给众生福报了，幸福了。可是很多的人不知道，认为呢，福报已经有了，观世音菩萨已经救过我了，那我就不需要了，再做什么了？ 这种人，苦难还会来。
只能够一时间给你救一下，下边你的苦难还是一样的来的。所以你的福，观世音菩萨给你的福，这是一时间的。但是如果你自己没有啊，知福、惜福、众福、培福，你老是在想福，你老是在想观世音菩萨的福，这种人，那一时间想完了以后就没有了，或者一辈子想完了就没有了。所以是。 观音菩萨呢，他要鼓励啊，众生鼓励人，求观世音菩萨，自己还是要惜福哦，还是要知福哦，知福你就能够啊，惜福，惜福你就能啊，众福，众福你等培福，培福你就有福，知福也就有福了，惜福也有福了，众福也有福了，培福也有福了，不要老是等待着观音菩萨。 还有呢，观音菩萨是千手千眼救苦救难的，我们呢？我们应该学习观世音菩萨了。观世音菩萨在因地是因为得到观音古佛给他的法门，因此呢，他在救苦救难去了。那我们得到观音菩萨的救济，也就是得到观音菩萨的法门呢。那我们也应该要学习着观音菩萨。 做观音菩萨的化身，那既然是做观音菩萨的化身，那你一定是要惜福的，你一定是知福的，一定知道自己很有福报的，很有幸福的，因为什么？我懂得佛法，我有观音菩萨救我啊，这是不是真是有福啊？我的环境经常就是跟观音菩萨在一起啊，真是有福啊！我不会忘掉观音菩萨，那我就是我的福报啊！那这知福惜福呢，不会浪费。 不会浪费自己的福报，那自己一定会把自己所有的福会布施给人，给人分享，给家庭里的人，给其他的人分享，那就是众福和培福了。所以是呢，观音的法门是啊，给人间的福报，人得到观音的救济啊，一定也要能够啊，这个。 给人家这个福报，那自己就是更有福报。是，谢谢师父开示。师父说，念诵大悲咒呢，可以离苦得乐，但是更重要的，我们要学习观世音菩萨，要知福、惜福、众福、培福。更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